想维持少女感，演艺圈女明星们都在用。找到一间很会拨筋的一个阿姨，拨你的脸，然后她会这样子，都会有点飙泪，几乎所有演艺圈都在里面。你继续拨的时候，你就发现，隔壁的声音怎么那么熟？是杨丞琳，好啦，可能是真的假的。隔壁陈意涵。TVBS 台自学频道晚间九点，女人我最大，想时尚。